指定到中间了。火焰刚刚过了，我刚刚怎么指定到中间了？怎么我都不知道。做效果啊，这样都被你看出来，怎么好意思？太快结束也不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好。这天降。常常发生啊，常常发生，习惯就好，大家习惯就好。暗昧最暗昧那个是 bug 就对了 ，bug， 所以不要用暗昧。这边都跳了，我们就开合体吧。然后四连击，所以就哎一二三三。玩完最后吃屎会解锁吗？应该是，我不知道欸，我没试过啊。这边前夫人开下去，然后开安多，欸欸，给我多一点光暗，欸，不要全部消掉。干，他全部消掉，欸，是怎样？管他的。这边就全开了啦。赛特，绝对不要在指定中间的，我跟你们讲。好，金龙科了。好，有暗珠。哎，我怎么又指定到中间去了？哦，做全体，全体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这边就。跟他说拜拜。好，刚刚第一场那个是做效果啊，做效果啊，总是要有点效果比较好看。做全体啊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？这次做全体啊，学乖了。好。